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罗马书14:17。主啊，请赦免我们，无论是领袖还是普通信徒，追随西方物质主义，崇拜自我为中心的所谓成功神学的人数真是不少。现今我们重视信仰带来的物质利益，却轻看认罪悔改的信仰真谛和罪得赦免的成圣之路。主啊，让我们从错误信息和哲学中改变过来。神的义来自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平安和喜乐来自圣灵的工作。让我们记住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奉耶稣的名求。